大家好，我是曾月，非常开心能够在 TEDx 青岛二中的舞台上跟大家见面。当然其实说是见面，现在这个光照太耀眼了，所以我什么也看不见，我现在面对一片虚空在进行演讲，但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的演讲中得到你们希望听到的讯息。那么我今天想要分享的主题呢，是让生活带你前往意想不到的远方。实际上在凯玉第一次跟我提及本次 TEDx 演讲主题自我的时候，我是非常兴奋的，因为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有可能要穷极一生去发现的答案。 And that question is Who am I? 我是谁？我们是谁？怎么去定义我？这个问题我觉得有些人非常的幸运，他们可能已经找到了合适的答案。有一些人呢，可能现在正在探索，正在不断一步一步的试图去定义我是谁。另外一些人可能像我一样，我们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生活场景之后，我们会产生新的反思和感悟，而这些新的反思和感悟从某种程度上就奠定了那个时间阶段我对于自我的定义。那么这样子的一个话题，其实在我们的世界上或者是我们社会上有一个更加简单的辨明方法，那就是我们的简历，对吧？那如果我要去申请美高、美本或者申请大学的时候，我可能就会告诉大家我的标花成绩是什么，我之前做过什么样子的经历，我的课外活动是什么，我是个什么样子优秀的学生。如果我要求职的话，我可能会跟大家说，哦，我在哥大做过春晚的总监，我做过很多论坛的主持，我做过很多论坛的主要策划人，因为我想要证明我的工作能力。那如果我想像比如说现在我正在创业，我想要向一个新的家长或者向社会去介绍曾月是个什么样子的人，我可能就会告诉大家我上过什么样子的学校，我获得过什么样子的成就，我有过什么样子的经历。但是这屏幕上的100多个字真的可以定义我吗？他们每一个都是一个以结果为导向的方式来 define who I am as a person。 OK, so 我上过很多非常好的学校，那就是我吗？我获得过非常多的奖项，那就是我吗？实际上这些高度概括非常抽象，没有任何情感，没有任何迷茫、反思、思考、自我成长、自我批判，没有一步步的失败和探索，这些词不能定义我是谁。所以今天让我们抛除这些我经常会写在我的简历上、写在我的自我介绍上听起来特别 fancy、 特别高大上的词汇，我希望带大家回到更久远之前的一个时刻。OK, 接下来就是一张我从来没有给任何人看过的照片，希望大家不要外传。那就是我很小的时候啊，过生日的时候的照片。那个时候呢，我的定义是我希望我要改变世界。我想很多在座的同学们、家长们，也许在你们更小的时候都有过这样子的想法，我要世界和平，对吧？我们小时候许愿的时候 I want to change the world, I'm going to 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 I want everyone in the world to be happy, 我不想要战争，不想要饥荒，不想要任何这种负面的东西。当然经历了社会的毒打和现实的考验之后，我稍微调整了一下我的人生目标。现在我的人生目标是，我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从某种程度正面地影响他人和世界。实际上我的人生理想和我的目标，它的精神内核是没有改变的。我一直以来希望做的就是把我能够接受的教育，把我的人生经历、我的成长、我的一步步的反思和思考，用某种形式去传达给更多的人。 Maybe during this process 力所能及的去给他人带来一些正面的改变。但是我唯一在探索的其实是第一句话，以什么方式，以什么程度。 OK, 所以第二点就是第二行的话，其实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 you know, something that just within me。 那第一个点我是怎么去探索的呢？其实我从高中的4年和本科4年一直在探索的领域就是 film and mass media, 电影和大众媒体。为什么是这两个领域呢？刚才主持人介绍的时候大家也知道，其实我在经历过一整个对于影视行业和传媒行业的探索之后，我现在已经有了一个新的思考和感悟。但是在当时那个时间点，在8年的时间里面，我真正的认为电影和影视行业就是定义我是谁，让我能够实现我人生理想的领域。 Where does that come from?好，那这个其实呢也是我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个经历，包括在现在虽然我从电影行业转到了教育行业，这段经历依然是支撑着我去做这样的一个探索和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人生节点。那就是我从14岁开始便担任中国最大的自闭症儿童训练中心青岛以林的爱心大使和志愿者。在10几年的志愿服务经历中，我跟非常多的自闭症儿童、自闭症家庭以及世界社会各界人士产生了非常多的互动和交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意识到了
在十四岁的时候 ，I should say， 我意识到了我对于世界的认知，我对于社会的认知是非常浅薄的。实际上，在我们生活舒适圈之外，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 bubble 这个泡泡之外，有非常多的群体正过着跟我们截然不同的生活，而他们的生活却被我们所忽视掉，被我们刻意的去回避掉，或者无意的回避掉，因为我们会觉得那是一种苦难，那是一种痛苦，我并不想去接触。但是我在十四岁的时候，非常机缘巧合，非常幸运的有了机会接触到了自闭症的群体和他们的家人。然后在那个时间点，我才意识到我们是多么的 privileged。 这个词就是，其实中文并没有个非常明确的定义，大概可以说就是我们极其的有特权。这种特权并不是权力或者社会政治身份上的，而是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我们拥有良好的家庭。我相信现在在座的各位同学们，爸爸妈妈给你们提供了非常多的爱，非常多的资金的支持，精神上的支持，你们的学校，你们的老师，你们身边的朋友也给你们提供到了各种各样的帮助和 support， 你才有机会坐在这个舞台来听一个关于自我的讲座。你们能够有这样子的权利，能够有这样子的方法去探索自我，其实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比如说自闭症的孩子，我们普遍会称呼他们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为什么会叫他们来自星星的孩子呢？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星球。 Yes， 他们也有某一种自我，但是这种自我是一个无意识的自我，他们并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并没有一个认同的身份和概念。而这样子的一个误解和批判往往会来自于社会。比如说我在去到以琳之前，我现在在反思，我当时在反思，可能之前我看到了很多孩子，他们在路上就会突然间大吼大叫，突然有一些语言上或者行为上的暴力行为。当时我的认知可能是，哇，这个孩子为什么性格这么不好，为什么他的爸爸妈妈不管他呢？但是后来我意识到，很有可能我是在忽略了一个更加根本性的问题，我以自己的偏见和自己的认知强行附加在一个孩子身上。而这一点是以琳告诉我的。同时我在以琳的工作过程当中接触到了非常多的孩子和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爱心人士，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成长和收获是无以言表的。那我曾经担任过自闭症康教发展联论坛的青年大使，我也在清大附中组建了100多人的社工团队，前往以琳去做进行志愿活动。同时我还经常会接待很多国内外的访问学者啊、慈善家，并且我们举办了很多的论坛。那在做这每一件事情的过程当中，我都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因为我感觉我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去关注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一直不满足，我觉得太小了， right? The scale is too small. 我并没有真正的让更广阔的大众和社会对于自闭症这件事情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因此当我在参加2010年中央电视台希望之星英语奉菜大赛的时候，我就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契机把我所收获的感悟和思考分享给更广阔的人群。那么非常幸运的是，就在全国总决赛第二轮的舞台上，我们以说服性演讲做了一个主题性演讲。我在拿到这个题目的一瞬间，我就知道我一定要做一个跟自闭症儿童相关的演讲，然后我选择的就是自闭症儿童的教育问题。简单说一下，就是当我们刚开始去做跟自闭症的这种社会性宣传相关的活动时候，其实广泛的大众对自闭症是没有认知的。当然经过我们这么多年的努力，非常自豪的也可以说，现在我们很多人对自闭症啊、孤独症有了更清晰的一个认知。那么在那个时间节点呢，很多度过最佳康复期，也就是3到6岁的孩子，他们是没有机会去进入到普通的小学，或者说这种more like normal schools， 原因是因为学校也没有老师可以去教他们，然后他们的这种社会性行为啊、亲社会行为还没有完全的被培养出来。但是这些孩子要去哪儿呢？答案就是在家里，然后只能由父母天天的去抚养他们，去给他们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但是更长远的未来呢？当这些孩子长大之后，他们要去哪儿？所以这个教育问题其实当时非常急迫的一个问题。非常遗憾的是，到现在还是一个非常急迫的问题，我们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成年自闭症儿童或者这个大龄自闭症儿童的教育问题、就业问题跟社会的融合问题，这还是我们正在努力的一个方向。那么在这个舞台上，我面对着全国的电视观众，分享了我跟自闭症儿童和家庭工作、学习和交流的感悟。非常让我极其自豪的是，
在节目播出之后，全国各地有非常多的观众给我发来讯息，他们有三种。第一种呢，是之前从来没有听说过自闭症，然后非常感谢我能够让他们去了解到一个之前没有了解过的领域，就像我小时候一样。第二种呢，是他们也是自闭症领域相关的志愿者或者工作者，他们也是非常的那种鼓舞我和感谢我能够在这么大的一个平台上去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工作。那最后一种呢，其实是让我非常感动的一种，就是自闭症的儿童家庭或者家长，他们找到我，然后很多人写了非常长的信件，然后去表述他们一直以来所经历的许多的误解，很多的压力以及社会的一些偏见。然后我们能够在这个舞台上让更多的人去意识到，自闭症并不是一种 it's not like 不是一个有意识的问题，而是一个根本性的精神疾病，是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我觉得作为爱心大使和志愿者，我有义务在一个泛社会媒体上能够去表述这样的一个观点。所以这个其实是让我第一次意识到，电影和大众媒体能够真正的把我们每一个人觉得重要的讯息传递给别人，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的演讲者站在舞台上去跟大家分享我们认为重要的话题。那第二个契机呢，是我在青岛二中读完高一之后，我就考入了美国私立排名第一的 Phillips Academy Andover。然后在安多福，这个经历稍微有点搞笑，就是我们美高就是一定要有一个艺术类型的课程。然后呢，我就是一个非常渣的画家，对，我是灵魂画手。然后呢，这个一定要选艺术嘛。然后我就看这个画画肯定不行啊，什么雕塑肯定也不行，设计吧我也没有那个灵感。然后我看来看去，我发现了有一个电影课，然后我觉得，哎，电影可以吗？不用我自己去画，拿个相机拍拍拍不就行了？所以我就决定选了电影课。殊不知一发不可收拾。自从我上了第一节电影课，我们每一个学期都在学电影，然后一直到我毕业的时候，学校已经给我开了两个新的，就是学校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level， 就是600和700 level 的课也开给我，因为我每个学期都上。那这样子的一个经历，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在学完第一学期的电影课之后，我就回到了放暑假回青岛嘛。然后呢，我就借了这个机会去联系到了跟我关系非常好的自闭症家长，然后我跟他们说，我希望能够拍一个采访类型的纪录片，然后把你们真实的生活体验分享给更多人。然后我非常感恩的是，这些家长极其积极踊跃的参与了我们这次采访。当然后来我们没有机会去做一个大型的放映会，因为很多自闭症家庭在当时还是不太希望让很多人知道他们的生活现状。但是呢，我有做很多的这种小型的展映会，不管是在清大附中啊，还是在美国我的美高，还有我们城市附近。当然现在来看这个纪录片真的是非常的劣质，就是非常的这种略显稚嫩 right。 但是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历，我们在放映完这一圈的放映片之后，还是很多人找到我，希望能够更好的帮助影片里面出现的这些家庭和孩子。然后在那个时候，我就意识到电影可能真的就是非常适合我去达成我人生终极目标的这个途径，因为它可以让我的观念，让我想说的话被广泛的传播给更多人。虽然现在我已经不做影视行业了，但是我依然认为电影应该承载这样的一个社会意义。包括我在 Cornell， 就是在康奈尔跟教授去上我们的电影理论课的时候，我也经常会发表这样的观点然后跟我的教授有很多有趣的互动，有时间可以分享给大家。然后抱着对于电影这种热情和憧憬，我就去了康奈尔大学，然后学习了两个专业，一个是电影学，一个是社会学。实际上这两个专业都是跟我的人生理想以及跟在影林的志愿者经历非常息息相关的，因为我在社会学里面又辅修了一个 minor， 就是不平等研究。那么我们想要探讨的话题就是如何解决我们现在社会所面临的种种问题，然后我希望是用电影这样的一个大众媒体创意性的方式和途径传递给更多人。所以我在康奈尔期间呢，我大学四年的所有实习经历其实都跟电影相关。我在好莱坞的制片公司工作过，然后我们当时的制片公司其实是做所有 DC Comics， 就是 DC 漫画的所有的制片，所以我们见了很多的超级英雄然后还在 Sony Pictures， 然后包括在国内的话就在央视啊、北京电视台，还有国内外各种大型的商业剧组、小型的独立片剧组都有工作过然后我在大四的时候呢，就加入了宁浩导演的《疯狂的外星人》，然后我担任的是全中美合拍片制片方面的工作。
这个经历其实应该说对我影响非常大。I really enjoyed this experience.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经历。我的工作体验整体上来讲每一次都很快乐。但是我在大四的时候，我就在思考我人生未来的路线要怎么去走。我如果我想要达到我人生终极的目标，真的要通过 D 去进行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思考呢？因为我是在大四的时候就参加这个疯狂外星人的工作。后来呢，我们的电影到2019年大年初一才上映，我不知道现场有没有观众看过这个电影。Okay, the film is great, 但是我觉得这种非常延时性的反馈，对我来讲，仅仅对我个人来讲，好像跟我的人生目标是不匹配的。因为我希望我的付出、我的时间、我的精力、我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能让我非常清晰地感受到对他人的影响。但是电影这个行业却需要我花很长的周期去感受到这种反馈。同时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部电影里面，特别是这种大型的商业电影里面，所付出的贡献一定是重要的，但是这种重要却很难跟电影的本质，就是它所传递的讯息挂上钩。因为一个电影行业里面真正负责创意性板块的可能有非常寥寥无几的几个人，而想要成为这几个人之一，其实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跟很多的探索和很多的 cost。 然后我在这个时间点呢，我就重新去思考 Is this really what I want? 在思考的时候呢，我意识到 I still love film, 我还是很喜欢电影，但是也许它只是这个行业并不是最适合我去达到我人生目标的途径。电影的这个东西本身 right, The film itself一直以来对我来讲极其的重要，即使我现在在创业在做教育，它还是我教育板块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但是也许这个行业就是这条路径并不适合我。 So I realized that we should be who we truly are, not who we need to be. 我们并不一定要成为我们需要成为那个人。其实我花了8年的时间，对吧，在探索影视行业，然后大家都觉得 Hey, you know, Jenny, 你以后要去当导演。但是呢，在那个时间点我意识到，也许那个是别人对我的 expectation, 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是我对我自己的预期。因为我确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很多的探索，我的每一份工作也是愉快的，但是我需要成为一个人和我真正应该真正想要成为的人是两种不同的路径。那么在we have a very famous economist, right? Joseph Stiglitz, 他在经济学里面提到过一个概念叫沉没成本。他说，如果一项开支已经付出，并且不管做出何种选择都不能收回，一个理性的人就会忽略它。这类支出称为沉没成本 sunk cost。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8年的探索可能已经变成了 sunk cost。但是我觉得这个看法非常的负面，非常的低沉，让人觉得心情不是特别好。所以我想换一种方式来理解它，那就是我整段对于电影职业或者对于这个领域的探索，其实它让我意识到4件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一定要去尝试、去感受、去深入了解。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小朋友们、学弟学妹们，你们肯定对未来有很多的想法，你有很多想要成为的人，你想要探索的领域。It, 去尝试一下，你尝试之后才知道这个领域到底是否适合我，是否它只是存在我理想层面一个非常美化过后的这样子一个形象，还是这条道路真正是我适合并且我热爱的。只有尝试你才能知道它这个问题的答案。 OK, 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相信你自己的内心，你永远都可以做出改变。我花了8年的时间做电影，在8年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也许这并不适合我。对某些人，对很多人来讲，他会说啊，你都做了这么久了，坚持下去吧。而且其实我在当时有非常多很好的机会，理论上来讲，如果我现在没有在做教育继续做电影，我觉得我也会发展得很好。但是我觉得这是两码事，对吧？刚才我们提到了 social expectation, 一个社会性的预期，大家认为我应该成为的人并不一定是我真正想要成为的人。然后我觉得一定要勇敢地去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因为你未来的人生取决于很多重要时间点的选择。我现在每一天真的非常的快乐，非常的幸福，超级，虽然工作非常的累，但是 I'm enjoying it to the maximum。 所以现在回去看，我觉得这一个选择对我来讲极其的重要。第三点就是每一段认真生活的时光都有意义。 OK, 只要我们去努力地学习，我们一定都会在某种程度上把我们学习到的知识用在我们的生活中，
工作中未来的成长中等等等等。 Like I said, 即使我现在不再做电影，电影或者说影视制作这个技能依然是我所有的课程，包括未来的很多发展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So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wasted time. 只要你认真去度过了那段时光，即使那段时光并不会成为你人生未来的全部，它一定会在不同的瞬间，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给你带来很多正面的反馈。那最后一点呢，其实已经讲了很多遍了，就是追求我们自己定义的成功。OK， 所以这个四个是我觉得整段对于影视时光探索所带给我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启发和感悟。那么，当我回去看那个瞬间，在我大四的时候，我决定要选择我的职业方向和我人生发展道路的时候，我意识到，在我们人生中某个时刻，不经意的一个决定，其实就指引了我们未来的方向。这个我就在讲的是教育 ，OK。So education 其实一直以来是我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但是呢，我在就是我在大学期间的所有的实习之后，就是影视方面实习之后，其实我就会有一些空余的时间。我所有的这些时间，我发现我都拿去做跟教育相关的事情。比如说，我在台湾最大的幼儿园教育机构去担任过他们的老师，然后跟他们一块去支教。然后我在安多福的时候也担任了我们学校最大的这个慈善组织的会长，和我们的 ACCO it's a little complicated， 反正就是给被领养的中国孩子给他们提供关于他们原生文化的一个认知以及等等等等，包括自闭症儿童的爱心志愿者，这所有的一切其实都是跟教育有关的。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完全没有想过教育会成为我未来的人生发展方向。你知道，当时我就是一个非常一门心思要做影视的人。但是呢，我为什么去做这件事情，就是因为我很开心，我非常喜欢小孩子。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超级快乐，我感觉没有任何烦恼。然后我是出于纯粹的兴趣，纯粹的这种感性层面的决定去做了这些事情。但是我在本科要毕业的时候，我要申请研究生的时候，我意识到也许这个才是我真正适合我的一个路径和一个发展的方向。所以我在申请的时候呢，就决定我要申请教育。那在这一点上呢，其实我非常感谢康奈尔大学。我们的创始人 Ezra Cornell 在1868年曾经奠定过我们学校的这个校训。就其他的大学呢，校训特别高级，就一堆拉丁文，对吧？真理、光明、理性，然后这些听起来哇，超级高大上。我们学校校训是一句非常质朴的话，这句话叫 I will found an institution where any person can find instruction in any institution。就是说，我将要建立一所学校，让每一个人能够在任何他感兴趣的领域去获得教育。这句话太长了，而且听起来真的特别不酷，所以我们呢就把它简化成了 any person any study， 任何人任何学习。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人生最喜欢的学校就是Cornell， 因为它给我非常多的自由，非常多的机会去进行这种对于自我的探索。我们的选课也好，社会活动也好，日常的各种这种社团活动跟社会之间的一些互动，在这种种的事情里面，其实都给了我们很多的机会去 find out who really are as a person。 So that's why 我申请哥大的时候，我就决定我要申请教育。然后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念的是双语及多文化教育。然后这段经历也是非常的特别它最特别的点呢，其实I feel bad for saying this， 但是我觉得我在研究生期间其实学到了更多的是用理论知识来定义我之前做的所有教育里面正确的事情。 OK， 也就是说，其实我认为老师或者教师教育职业本身是有天赋的，有适合的人会成为非常好的老师。我知道一会儿我们的 speaker 里面也会有历史老师，对吧？然后刚才文斌姐也是，他是需要极大的一种热情，然后需要对于我们自身、对于孩子、对于我们的社会有足够多的认知。它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学科的传述。It needs a lot of talent。然后我在哥大期间就发现 ，OK， 所以我之前做的很多事情其实都是正确的，因为有不同的理论去redefine 或者 reiterate 我之前做的所有事情。那我在研究生一年级的时候呢，我就组建了团队。参加了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科技创新大赛，就是我现在在做的橙汁教育，然后我们获得了四项大奖之一。那今天呢，我就不过多的去讲述为什么要做橙汁以及橙汁做什么的，但是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呢是我们的愿景和使命。我们希望用教育创造美好连接，点亮每一个终身学习者的成长之路。这两句话非常深刻的
贯彻了我的人生目标。我们对于诚挚的，我们对于教育的认知不是课程，不仅仅是课程，应该说课程只是一个基础。我们希望的是让每一个加入到诚挚的团队、诚挚的群体、诚挚的平台上的家长、学生、老师、社会机构，都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用自己的努力、用自己的勇气、用自己的爱，去创造出我们社会中更美好的一些瞬间。我们会做很多免费的全国巡演会，我们会做免费的家长下午茶，我们跟北京798工作室的自闭症儿童画室正在建立我们的公益项目的连接，然后我们会有很多各种各样有趣的活动提供给所有在诚挚平台上的人。因为我们相信教育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契机，非常好的凝聚点，让每一个心怀善意、心怀美好的人来到这里，然后让我们为彼此带去更多的能量、更多的爱、更多的温暖。然后最终我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 A lifelong learner，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不断的进步，在这一次次的成长、进步和探索中，我们就会发现自我。那我现在刚才也说了，每一天真的过得非常的快乐，今天很多的学生来到了现场来支持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大家分享两个最后的几句话。自我这两个字长得真孤单，连个偏旁也没有。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在探索自我的过程当中，一定会有很多的瞬间觉得非常的迷茫，非常的痛苦，因为我们要面临的是很多的失败、很多的挑战、很多的自我批判、自我否定。但是我相信大家在经历过这一系列的自我批判和否定之后，最终你将会迎来的是一个真正的自我，而这个我是值得你去喜爱的。谢谢大家。